sweet. Everybody, everyone I know. I thought the message told me so. Oh yeah, 今年新年我拍这一集呢，不是要带你们看我的干崩啦，因为干崩没什么特别的啦。今天我就要上去怡宝那边看礼物，哇，我期待了两，什么？看，怡宝都是看美女的嘛，你不懂怡宝出名美女多咩？不找我们怡宝了。我也想啊，这个回来很远。原本打算讲说过年回来就难得休息嘛，不要拍。可是身为一个专业的 YouTuber， 哪里可以不拍啊？是不是？就带你们去看看那边的美食，看那边的风景啊，还要看美女，还在看风景哦。肯定是，啊、你们自己知道啦。给你们看一个，我觉得这间哦，如果带小杨来的话呢，他一定是很感兴趣的。看这间，这个。香港怪谈来过了，讲我们这边金宝最出名的鬼屋。哎，不这样啊，我们今晚在那边拍 content 啊。你自己拍啊，我才不拍啊。我们不要睡吧，我们看起来就好。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怕不？你要比鬼还可怕，你的脸。Yeah， 现在我们来到一个怡宝，很美、很漂亮的地方，一定要来的。小时候哦，我妈他们就带我们来这边拍照了。其他小孩子，哇，很 cute 嘞喂！几十个拿麒麟丢看看，可以丢哪一个？哦。哎呀，丢个轻轻啊！哎呀！一帆风顺，啊，福，哎呀，太远了，一帆风顺。你至少中一个 ，OK 啦。我们拜拜的部分呢就不用拍了啦，好。Oh yeah！ 现在我们来到了怡宝美女魔都啊，怡宝出名有没有？美女多，人家看美女了。哎，你眼睛可以小声一点嘛。喂，在里面听得到我？不是啊，我才没开窗口哦。那人潮，走，带你们看一下这边的最旺、最多人打卡、最多人来，我也最喜欢来的地方——怡宝二奶巷。哇哇哇！我是看到美女啊！我是有男朋友，为了来。你看那种第一次来的那种，就是打卡打卡 ，IG post story 打卡 ，IG post story。哎，我第二次来哈。你要装到人家第一次来这样冷吗？哇！哎、来啊，咯，一来就熊项链了哦。哎呦，一花钱了哦。这么冒汗吗？花一点钱就冒汗。要那熊泥。不讲真的啊，这边哦，他的成功到不只是单单只有华人吧哦，还有一些马来同胞、印度同胞，就三大种族都会来这边走走那一种。这边真的是太美了，你看，哇哦，那边还有美女，哇哦，你看啊，我汗，西北高辣的呢，这种是很厉害流汗的人来的，他那个一点汗都没有啊。有嘞，在这边头发盖着，头发盖着了。现在我们来到一个很秀、很漂亮的地方，给你们看。这里美女真的很多。我们来这边呢，其实要秋一下，吹一下冷气，因为太热。整个头都是汗，所以来一杯特别冷的东西，然后再来，
再来吃一下东西，再吃肚子也有点饿。他现在讲话那么尖，是因为美女在他对面，然后那个眼睛不能放哪里，那个心不能转进哪里，所以他为什么会这么尖？我们还是等食物来的时候才来拍啊，哦。让他的眼睛好好有享受一下，享受一下。OK， 我先享受先。这边还是顶不住诱惑，叫一个饺子吧，啊、饺子来吃。是啊，公鬼子，啊，快点杀了喂 ！OnlyFans 啊，要不要 OnlyCook 讲错了？来，这就是饺子，里面是煎鸡肉嘞喂。典型啊！典型，吃饺子很少吃到好吃的嘞。那两个吃掉啊！他这边是在怡宝二奶巷的隔壁，二奶什么茶巷啊？忘记了。啊，店名叫什么？巧克力，你们来巧克力可以啊。耶、yeah, ！现在来到怡宝这一边，我们肯定是要吃他的芽菜鸡的。哈喽哎，上次拐带我们去马六甲，结果他们带我们去吃什么？去吃那种泰式火锅，傻了的，就后面的魑魅啊！哇，这边肯定要吃那种当地的美食了嘛，是不是？哇，很有那种 feeling 哎。我超爱这边的感觉。刚好、哦、有一个本地人介绍，那一间没有开，我们来这里另外一间。这个我们吃这个老黄芽菜鸡。现在我们被逼坐到一个角落里面，你看。没有默契的人嘞。
拜拜。